第二個我哋玩呢個小魚先嘅過山車。坐低。我本身我第一次攞住，一路玩一路影啊！好惊啊！飞咗出街噶个电话。是賣咖喱 popcorn， 甚味有少少奇怪，然後有個桶在這裡，很多人排隊，想買東西不排隊可以去用這些汽水機買。哦，是迪士尼公仔的特別版。這裡拍美人魚的好漂亮。呢條好多人嘅隊，又係排炮谷。究竟今日買唔買到炮谷桶？呢個係Duffy朋友嗰只龜龜，同埋有個係米奇老鼠 balloon 嘅桶嘅樣。哦，呢個係 caramel 味啊！那個 standby pass 仲未夠鐘，找間鋪入去行下先。哦，好温暖呢度。我呢度主要賣米奇老鼠。主要賣米奇老鼠嘅 hoodie 同埋拉鍊外套。而家去玩地心探險記，由我哋排隊去到 scan 嗰個 standby pass， 其實都要15分鐘，所以大家唔好太晏先至走去排，如果唔係去到 scan 嗰度就已經過咗個時間。嚇死我！我唔知道原來是無啦啦衝咗落去咯，原來是冇水板的 Splash Mountain， 嚇死我！是突然間加快，然之後無啦啦就衝咗上去，跟住就衝咗落嚟，跟住我嚇到乜都睇唔到。依家係食中國菜，
有米奇的布丁，那條筋好像剛剛才開始有得賣兒童餐，我覺得我剛才吃過好像吸引一點。哇，它有這個點心石，風景好靚啊這裡。呢間是賣黑胡椒泡谷，跟住佢嗰個桶是 Duffy and Friends。然後這間是食，哦，這個是20周年特別 set， 還有它有這個碟賣 Duffy 的包包，好可愛啊。這一間是一日來的那間麵包鋪，有很多特別版的東西吃，這個是20周年限量版 Strawberry Donut with Soft Drinks，還有不同的包，它那個凍得好像有點冷，我應該只是叫 caramel 和荷枝茶那個 mousse 和三眼仔 dumplings， 可以加購這些。有東西喝了，很多人叫那個珍珠奶茶，這個是2022年新年特別版，就是那個荷枝茶那個，跟住有不同的迪士尼的老虎公仔，很漂亮，吃完是可以留回去。跟住這個就是三種不同味的三眼仔 dumplings， 跟住叫我杯熱的 latte。三點這個湖有 show 看，而家入去行下鋪頭，睇有咩賣先。哦，呢個係綜合嘅，乜都有。睇下先，有咩公仔？好煩啊！尋日睇到嗰啲嘢咧，今日已經有啲賣曬啦。跟住而家嘢食要上網買，然之後10,000 yen 先至免費送貨，所以其實又要湊埋啲公仔，但系啲公仔有啲上網又已經賣曬，又要嚟鋪頭買。我全部都係賣公仔啊！呢間。一陣有時間可以排隊坐，都係隻喎呢只。跟住去另一間鋪賣衫啊呢度。生日帽，跟住呢啲全部都係生日系列。你不如買呢件衫著翻公司咯。出咗事喎。時裝車喎，超勁喎，好有型喎！時裝車喎，你講嘢。
唔知邊個 carry 到。呢間主要係賣 Duffy 同埋佢啲朋友，超搶手 Duffy 啲嘢。之前見到有得賣，而家已經賣曬啦，好多都。背囊都幾 cute 喎。4600 OK 喎，又真係幾可愛喎，這個有個籃在下面，跟住隔離嗰個係有個散紙包仔咁樣，好得意嘅瞓覺嘅公仔。咁好得意啊！系开汽水罐噶，好似有啲用。呢个系和果子，呢个咧糖老鸭，哦唔系嘢食嚟噶呢个。好像是擦紙膠來的，我記得我上網看過，不是嘢食啊，他告訴你是擦紙膠，一堆擦紙膠，不同種類的筆，跟住是碟簿 Post-it 碟，跟住是杯，很多20周年的紀念品已經沒有了，好可惜咯，完全買唔到。哦，搓手液加 hand cream， 呢個手巾仔幾靚，有4個款。呢個之前都見到係迪士尼嘅口罩，不過係白色。幾多錢呢？1830個。呢個蒸汽眼膜好好用，呢個是迪士尼特別版啊！佢有埋個 zip lock bag， 20周年的擦紙膠，呢個是 CD 米奇老鼠同埋個寶，有樂隊演奏。我哋而家行過去玩過山車，攞咗3.9嘅 standby pass。呢度提醒你，呢個過山車係會有360度倒轉，有啲似越礦飛車嘅感覺。半個鐘都唔使，超好玩呢、這個，極級推薦。如果唔使攞 standby pass， 應該會玩多次，不過冇辦法啦，攞咗一次冇得再攞同一個項目。我覺得360度嗰個係最正嘅位，啲 standby pass 已經排曬，冇得再攞啦。而家要玩啲唔需要 standby pass 嘅嘢，而家呢個係飛尖。多謝大家看到呢度，呢条片就去到呢度。中意嘅记得 like、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俾身边嘅朋友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